小猪佩奇和乔治今天要用积木来做什么呢？做冰激凌。积木冰激凌是怎么做的呢？来看一看。这些呢就是冰激凌，这里还有一个冰激凌碗。现在来开始做冰激凌。把各种口味的冰激凌球都架在一起，上面呢可以选择放奶油，也可以选择放什么呢？放水果，水果葡萄。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？可以直接做个小奶油，奶油冰淇淋上面加上水果葡萄，又简单又好吃。当然了，也可以用单筒直接做简单的冰淇淋。这里还有很多的积木，这里会做什么冰淇淋呢？看一看，先拿上蛋筒，放上各种口味的，这是什么呀？冰棒，很可爱的冰棒哦。再来看一看，我们可以做冰激凌，再加一种口味，上面放上小花，再放上蜡烛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还能想出什么？